你要不要讲一下小慧的事？嗯，叶师兄，对啊，你不是掉小慧的电话？他说今天身体不舒服啊。嗯。我叫他冷，一直冷的，哎，我叫他找护士，他说找，没有，医生都没有去，他叫。有两个人自杀。哎呦！在火场上去才没死。自杀救他，自杀救他不会自杀的。嗯。我早上跟温柔同学讲了，我昨天晚上没有什么事，就梦见两个人在火场。哦，又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莲花珠庙再现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来坐起，莲花珠观珠莲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显化起，珠化莲花，莲花，莲花，请观世音菩萨，何在？陷入显化，足够显化心态，可以调明心观，可以调明心地心魄，杀根灭缘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现出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诸德、诸法、诸心，奉他，奉他，奉他。本心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是做了什么恶，自己都不知道，到现在受果报，那怎么办呢？忏悔，第一个先忏悔，然后行功立德，回向给他们。这样子。总之我还是好痛，因为我
我一直在看的是这边，我在一直长期回诊吃处方签也是这边，然后我这边长期都不是很舒服，因为我只要肠胀或就是肠胀的太久或什么，下腹这里就会坠坠，就会不舒服会痛，然后或者是说我只要喝冰的喝多一点的话，我这里也会肚子也痛。以后不要喝冰的，对，嗯，喝热开水，嗯。真的，哎呦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前世做了什么，这一次真的因果不灭，要把大就是把任何人都当成是你的兄弟姐妹的疼爱，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是太好命了，所以就比较会去争风吃醋，或者是那种大小姐脾气之类的事，因为人命在我们的眼里是。不算的命，所以我们就会做了很多我们不觉得是错事的事情。烫，多加一点，谢谢。